继续要来看是嘉义市 Apple 爱社区底下，伫咧十五号上午，伫咧佛光山嘉义会馆办理着北英五学习嘉年华。即个伫咧嘉义市后夜社区 Apple 爱社区底下，首度举办着后夜市集，结合着北港车头社区营造团队，佮有豆腐车店等等的单位，将近有二十一单位参加，为即个民众嘛拢到现场共享盛举。嘉义市长涂新泰真欢喜看到 Apple 爱社区底下，更加进一步含社区。来产生着紧密的连接，是特别到现场来参观，亲自来体验着希诺基的烧烙，同时为后夜客研究中心的筹备处亲自来告白。落实着终身学习和健康烘焙办学的理念，嘉义市博爱社区大厦十五号在佛光山嘉义会馆举办着北英五学习嘉年华，现场后夜市集试营运，印象家手绘旗农林新册发表会，拢吸引着大批的民众到现场。嘉义市长涂新泰亲自参加活动，敬畏后夜客研究中心筹备处来告白，肯定博爱社区大厦是嘉义市西区六零学习中心，更加是长辈终身学习的好所在。博爱社区大学所办的六零学习中心，来体会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有非常多的前辈，他们画图讲故事，让大家学习到社会的和谐。我们也在这里体会到。我们博爱社区大学推出了终身学习啊，让我们的朋友们，社区的朋友们，我们的乡亲都能够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呢非常高兴，那跟我的理念完全一样，在推动健康防老。台湾健康运动的名嘛，特别含博爱社区大学副校长觉宇法师来签订着备忘录，专门来提供着十五套总计大约三十万的随身云端健康活力计。只要插着这个蓝牙活力计，得当将血压、体重、个每天所见的数据传送到云端，发挥行动健康管理所的功能。只有十五套的随身云端健康活力计。免疫有限，将精选十五位模范健康达人，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伫咧八月二十号进行向嘉义市博爱社区大学报名。台湾健康联盟将要伫咧八月底公布入选名单。博爱社区大厦嘛宣布，后夜市集对八月十五号到今年年底等开始营运，伫咧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六，拢将要伫咧佛光山嘉义会馆来举办，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